在岳飞庙前，秦桧和王氏夫妇的雕像跪在地上，王氏身上一丝不挂，毫无遮掩地展示胸部，被游客们摩擦得黑亮光滑。这一切又是出于何种原因呢？为何让一个妇人裸体跪在那里呢？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。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事迹众所周知，奸臣秦桧以无端的罪名害死了岳飞，留下了永远被唾弃的名声，引发人民和神明的愤怒。为了纪念岳飞，人们在西湖边修建了岳坟和岳庙，在岳飞墓前用生铁铸造了秦桧、王氏等人的跪像，背后悬挂着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”这副楹联。上联的意思是这片青山有幸埋葬了岳飞的尸骨，下联的意思是白铁无辜却因铸造佞臣而受到人们的唾弃。然而人们对于王氏的裸体毫不在意，却对她的乳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摩擦得光亮无比。即使是秦桧的后代也无法忍受这一情况，因为不仅秦桧本人受到世人唾弃，连他的后代也承受着千夫所指和万人唾骂的沉重压力。这个耻辱的名声将一直伴随着他们，让他们终生难以翻身。起初秦桧的后代或许能主动接受并承担世人的仇恨，但经过500年的历史洗礼，秦桧的后代终于无法再忍受下去，提出了自己的异议。也许秦桧的后代结合了近代专家的观点，认为秦桧虽然参与了害死岳飞的阴谋，但他只是推波助澜，真正想要杀害岳飞的人是宋高宗赵构。因此2005年，自称为秦桧32世孙的教师秦良在九江岳母姚氏墓前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，他们已经跪了500年了，王氏的乳房都被摩擦得平坦了，这难道还不足以赎罪吗？秦良坚定地提出，秦桧在这500年里已经跪得够久了，已经受到了足够的谴责，尽管他有罪，但500年的忏悔足以弥补他的过错了吧，也是时候让他休息一下了。秦桧的后代还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，为什么不在旁边树立赵构的跪像呢？毕竟真正要杀害岳飞的人是宋高宗赵构，难道所有的过错都应该由秦桧承担吗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暂且不去评判秦桧的后代是否正确，稍后再与大家一同探讨。现在让我们先来解答一下谁摩擦过秦桧妻子王氏裸体的问题。虽然我们无法确切考证，但从留下的痕迹来看，参与的人绝非少数，这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，为什么一个妇人要跟随自己的丈夫一起跪在岳飞面前，而且还一丝不挂地展示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为了给丈夫赎罪吗？人们又为什么以摩擦王氏裸体为乐呢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解答这些疑惑。从秦桧和王氏的跪像来看，人们对王氏的恨要远远超过对秦桧的恨意。王氏的胸部不仅变黑，而且光滑异常，显然是被多人刻意的摩擦过。朋友们，对于雕像中的奸臣下跪给忠臣这一情节我们可以理解，但在这些奸臣之中却夹杂着一个赤裸上身的奸妇供人发泄怨恨，这让人感到困惑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王氏遭受如此对待，以至于历经500年人们仍然在不断地羞辱她呢？要了解这个问题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王氏的背景和经历。王氏出生于一个豪门贵族家庭，家族地位显赫。王氏的父亲是王仲山，曾担任抚州知州，并在建炎3年投降了金人。据《续资治通鉴》所记，王仲山的兄弟王仲仪也投降了金人。根据《宋史》的记载，抚州和袁州的守臣王仲山和王仲仪都投降了金人。王氏的爷爷是王圭，他是宋仁宗时期的宰相，担任宰相长达16年，并育有2个女儿和2个儿子。然而王圭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的成就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王氏的家族逐渐走向衰落。正因如此，王氏的家族引起了南宋朝野的谩骂，甚至连宋高宗赵构也下诏谴责他们。王氏的家族背景和历史使得他成为人们发泄怨恨和羞辱的对象，这种情况持续了500年之久。王圭的长女嫁给了北宋礼部员外郎文学家李格非，生下的女儿就是著名的女诗人李清照，而王圭的四子王仲完的女儿则嫁给了秦桧为妻。李清照与王氏是表姐妹的关系，在小时候两人曾见过面并一起玩耍。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
彼此之间渐渐疏远，交往也变得较少。后来李清照嫁给了名士赵明诚，夫妻二人坚决抵抗金兵，共同奋斗。而王氏则嫁给了秦桧，但李清照对秦桧暧昧的态度感到厌恶，因此自王氏婚后就与他们断绝了来往。自此由于丈夫的原因，这两个姐妹逐渐疏远，渐渐失去了联系。王家的亲戚在当时也非常有名望，拥有巨大的权势。王氏的姑父李格非是北宋礼部员外郎，也就是李清照的父亲。王氏的另一个姑父郑居中是宋徽宗时期的宰相，王氏的表哥郑义年则是韩志士的女婿。而韩志士是宋仁宗、宋英宗和宋神宗的三朝宰相韩琦的嫡孙。秦桧因与王家结缘，依靠妻子王氏的家族，从一个穷困书生逆袭成功，因此秦桧对妻子王氏既怕又敬。朋友们请注意，王氏的家族可谓是豪门贵族。另外据说王氏与金兀术有染，秦桧曾为了达成某种协议而把妻子送给金兀术。在靖康难期间，金兵攻破北宋都城，俘虏了北宋的两位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，以及奸臣秦桧和王氏，他们被分别归属于金兀术的统治。根据记载，王氏生得美丽动人，在与秦桧结婚之前就有着放荡不羁的性格，喜欢四处留情。再说《月全传》中关于王氏和金兀术之间的奸情描写十分生动。金兀术是金朝的名将和开国功臣，他是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，被称为金四子。有一天金兀术在贺兰山下进行狩猎时，在一片树林里遇到了正在洗衣服的王氏，她的容貌令人动心。王氏的眼神明亮而含情脉脉，她的美丽脸庞透露出一丝春意，她的婀娜身姿令人心醉神迷。这一刹那，金兀术被她深深吸引，心神完全被她俘获。金兀术派遣手下人打听，才得知这位妇人是秦桧的妻子王氏，却没有通知秦桧，一时冲动之下直接与王氏发生了关系。后来秦桧得知此事后也不敢有异议，因为他当时是囚犯，他能说什么呢？他敢说什么呢？而且他的妻子王氏与金兀术之间也是情愿的，一见到英俊威武的金兀术，他就早已心动不已。于是二人在秦桧的眼皮底下频繁的秘密会面，而秦桧为了保全性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实际上秦桧深知夫人外交的奥妙之处，而且他也多多少少听到过关于王氏与宋徽宗有染的传闻，所以他只能尽量让自己半信半疑。还有一幕特别令人心动的情景，就是王氏与金兀术在他离开中原时的别离。这段故事实在引人入胜，真是一对相爱却又痴情受困的男女。如果大家不信，请听我继续细细道来。根据明代冯梦龙、京中奇的描写，关于王氏、秦桧和金兀术的故事如下。当王氏和秦桧准备返回南宋时，他们与金兀术分别的那一天，他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纠葛和悲惨。秦桧必须回国，而王氏自然要随行，金兀术对此感到不舍，但国家大事不能被个人情感所左右，尤其在乱世之中，爱情和自由何以存在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放手放弃这段爱情。王氏看着金兀术冷酷的离去，心中充满不舍之情。他问金兀术，我原本想与你共度百年美好时光，余生将好好侍奉你，为何要赶我离去？金兀术感慨地回答，我也无能为力，妇人在我心中的地位无论是王强还是蔡琰都不能相比，我与你的情感也是真挚的，你以为我舍得你吗？接着金兀术无奈地说道，连年战乱，百姓受苦，我们的两国必须停战进行和谈，这是最稳妥的策略，而这个任务只能由你的丈夫秦桧来实施，你只需要不断煽动和怂恿，到那时我们两人就能再次相聚，共享百年的恩爱。王氏听后觉得有道理，悲伤地叹息道，太子既然为两国大计着想，那我们只能如此行事，我一定会按照太子的交代去做，只是我们的情感深厚，对你的爱太深，不知何时我们才能再次真情相拥。金兀术长叹一声，对天空说，夫人，让我为你唱一首歌吧。于是他哀怨地唱起一首小曲，歌声结束时，王氏瞬间泪眼汪汪，含泪哽咽。金兀术牵起王氏的手，郑重地许下承诺，如果他能夺取宋氏的天下，必将封王氏为贵妃。
然而可悲的是，有情人终难成眷属，王氏和金兀术就此分手告别。但他们没想到这次离别竟成了永远。于是金兀术和秦桧达成一项协议，放行秦桧和他的妻子回朝，让秦桧在金国充当内应。王氏和秦桧回到南宋后，王氏被宋高宗赵构册封为二品诰命夫人。最后让我再给大家讲讲关于王氏如何陷害京中岳飞的狠毒手段。王氏回国后，他一直对金兀术思念不已，每当两国交战时，他都担心金兀术会受到伤害。因此这位狠毒的王氏内心深处对岳飞充满了怨恨，他真心希望金兀术能早日打败岳飞，灭掉南宋，这样他就能早日去金国与金兀术相会，一起共享幸福。说到王氏如何害死岳飞，还有一个典故叫做化干定计，让我给大家讲讲。王氏下定决心要除掉岳飞，但秦桧在宋高宗赵构面前曾诬告岳飞谋反，然而却被大理寺卿薛仁甫和枢密使韩世忠阻止，这让王氏无法下手。一天，秦桧独自坐在东窗下沉思，心中犹豫不定，对于害死岳飞的事情一直下不了决心。王氏询问道，夫君为何忧愁不绝，犹豫不定？秦桧向他透露自己想害岳飞的念头，但一直下不了决心。王氏听后，从袖中取出一颗柑橘，用力掰开，将一半递给秦桧，说道，这颗柑橘一掰即分，有何难呢？难道你没听过古语说纵虎一擒，擒虎难吗？秦桧听了王氏的话，终于下定决心要杀掉岳飞。不久之后，岳飞父子就被害。这就是关于王氏和秦桧在东窗下化干定计的典故。可怜武穆岳飞，他一生都是一位英勇的英雄，然而最终他却不幸遭受了奸人的害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大宋这片美好的土地最终因一个女人的私情而毁灭，这一事件也成为王氏和秦桧共同谋害岳飞的罪证。因此在塑造跪像时，为了更加羞辱这对狠毒夫妇，人们制作了秦桧夫妇裸露跪像，让他们一生都为所犯的恶行忏悔，也让人们宣泄内心的愤怒。然而让我们回到秦桧的妻子王氏为什么被涂黑的这个问题上，原因是当游客来参观这些跪像时，他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王氏裸露的部位上，有人趁机伸出咸猪手触摸她的胸部，因此王氏的胸部也逐渐被涂黑了。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些建议，首先虽然秦桧的妻子王氏可恶，但我们是否真的对她深恶痛绝呢？或者有些人是利用爱国的名义来对她进行性骚扰，满足自己心中不可告人的恶念，这实际上揭示了人性的丑恶。表面上是出于爱国之心对奸臣表示愤怒，但实际上却是满足了个别人内心不纯洁的欲望和目的，这种行为令人厌恶。其次，客观来看，秦桧并不是秦良所说的那么无辜。秦桧夫妇残害了忠良，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抗金将领岳飞父子，因此死后被罚下跪并裸露身体，不仅可以宣泄国人内心的愤怒，也可以警醒世人爱国之心。秦桧夫妇跪在岳飞面前，他们不仅跪在被他们残害的岳飞面前，更是跪在整个中华民族的面前。英雄永远被后人所纪念，而坏人永远被后人所唾弃。秦桧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亵渎是我们所有华夏子孙都无法容忍的。